非常感谢今天来参加第66届66时间节的所有来宾及贵宾。守时为敬业之本，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些造句都是在描述我们时间节创始人洪振强先生对时间的这个坚持。你守时我守时，时间不再浪费，在不经意间有效的时间变多了，这就是推广时间节的重要意义。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表是比较那个复杂的一个怀表。简单来讲一个，就是说 Green Seiko 表就好像是这个凌志汽车一样， Toyota 之下，它有个最高级的品牌就是凌志 Lexus，那有强大的引擎，有高级的内装，还有当然非常好的售后服务。现在在瑞士手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他们现在所制造的手表大部分都已开始要往所谓的回收的钢材还有钛合金为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设计出来的时钟反倒是希望它能够在空间的存在当中让你看一眼有安全感，只需要大约知道几点就好。我们不希望再去设计另外一个刻度精准然后去逼迫你的一个机器。以现在整个市场上面来讲，有 22% 的人现在是不戴表， 37% 的人还是戴着传统表。有关于我们传统的手表制造商未来要怎么样进入新的领域？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手表界的精密加工真的很让人骄傲。将手表跟一些有趣的元素，可能比方说是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方面有趣的元素去做一个结合。独立制表师的产品对将来手表业的一个展望，它有个特别，这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时间，反面看到一个时间。那这只手表是一个机芯，有两个指示时间，透过教育来鼓励我们店家往前再走一步。